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蛇梯，它是二到四人的游戏。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人玩，就是看谁先从女巫这边到这边 finish 之后就结束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如果你刚好走到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溜滑梯，溜滑梯溜回去的。啊，这两个的话是你溜下去，看他自己往那边溜就是了。然后这个是转，看你转到哪一边。就球放在这里，然后这样转，然后看你转到哪边，球就在哪边。对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从这边投下去，然后看走到哪一边，就是看幸运。这个洞吗？对，好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如果你走到这边，这一步刚好要下一步就是这边，就可以从这边直接滑到这边，就省略这边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哦。是这边。这个不算吧？那不算的。好，你看，不算啊，在这里、啊、跳过去，跳它。跳过去呀、啊！跳过去呀、啊！四五，我猜就停在这吧。它不是可以滑下去？对啊。啊，这个太远了啦。对。哎，好，直接扔掉了。我们都记得调好。你要给我一个。